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不仅爱溜须看耍花痴，偷进房间想变态。我可不像你，连个人影都见不到。见着了，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亲贵胄，一个是低头洗碗的小工婢。你们之间的距离简直比天河还遥远。说不准啊，我们是命中注定呢。吴谨言在上时暗恋皇太兄徐凯到一个无法自拔，于是想尽办法诱惑他。见过殿下。了解他，把他书屋里面他翻过的书我都看了一遍。他这个人啊，越是了解越觉得他是天上地下最好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他在榻上小眠，我怕他受寒给他披衣，他竟然抓住了我的手。他跟我说勿扰我。殿下，殿下，您这叫自作自受，好端端的怎么在竹榻上睡着了？偷看了吗？些许。看都看了，那么你告诉我，为何他一直盯着我瞧？您不是睡着了吗？殿下心里明白。要你说。横竖是殿下你好看。你若把这般无聊的心思放在正事上，这白虎齐奔剑也不至于进展得这么慢。还不是你问的。